在台湾经济成长的轨迹中，许多传统产业留下努力的果实，奠定台湾社会进步的动力。香广泛使用在各地的庙宇或自家的庙堂上，而台湾的传统制香属于手工繁复技术密集的产业。早期的传统制香老店铺承载着台湾内需与外销海外的需求，曾经繁华一时，但也在今日趋近黯淡。这个香在台湾整个历史它转变很大，因为台湾随着经济一直发展哈，从早期我们台湾用的香也是一般中药的啦，甚至于是化学香精的香，演变到现在我们用的是都是最天然最顶级，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用的品质是最好的香，就是在台湾，主要是用天然的原料啊，我们不会去添加那些化学的啦，那些香精或是色素之类的东西。所以所做出来的产品呢，它基本上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传承百年的诗美玉香铺，从各地进口上等的香料，手工制作各种不同的香。在当时产业转型中的台湾，像这样劳力密集的传统产业，不免受到冲击，纷纷外移。沉香因为它是手工制作的过程会比较材料会就是上材料会比较均匀，虽然我们这边也有机器的，但是通常好的香因为它支数比较细比较适合用那个手工来做，这个是靠他们就是长期的经验去做，因为你要看当天做的量，还有它的粗细，还有它是几遍，然后去调整这些工作程序。沾水以后，它最早吸进去的那些粉末会比较细的，那不可能粉末是粗细通通一样，然后师傅他们就有办法去调整这些问题。师傅他知道这些香料怎么去把它分配到每一支香里面，不像机器，它通常机器会去吃这些原料，它是从那些细的一直吃，然后到最后会剩下粗的，甚至于产生那个原料不均，然后点出来的香味道会有差异。老师傅繁复手工制作的香广受台湾虔诚信仰者喜爱，而其他不肖业者大量低价生产的香连带影响很多消费者的信心。那一些重视香好的人还是一些寺庙那些师傅他们因为他们每天接触香机会很多，而且吸进去的这些香很多，所以他们会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也会去找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做出来的要原色原味，然后你烟不会呛，然后吸进去的东西你的原料是要纯的，才对身体健康没有影响。诗美玉多年前引进瑞士 SGS 标准为所有制作的香检验认证，透过世界知名的严格认证，强调诗美玉名香香味纯正又健康无害。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啦，你现在不做以后一定要做了，那我们就是早一点做嘛，所以我们现在这方面就 OK 啊，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青色的那个青，那坐地上那一只棒子哈。相较诗美玉名香的改变与创新，位于斗南镇上的曾记美香铺，店铺里满面奖状，仿佛可以看到百年来的繁华。面对制香业大环境的冲击，第四代经营者感叹许多。对啊，像女工也要，租户也要啊，那二十几个，现在没有啦，现在已经是时代不同了，卖了几年就没有卖店卖了，外销就没，因为就竞争嘛，以前都是当时啊，这很好卖啊，那价格很好，但是一直销路好了，人家就也要在同行的也要在这样要竞争的时候价格降低，那我就不卖了，也是价格好我才卖啊，价格不好我干脆我放弃了。
尽管曾记美香铺已经退出传统制香，转而单纯的店铺贩售，谈起台湾传统制香的秘诀，第四代的曾庆长先生依旧遵循上一代的智慧，有所坚持。你什么都要用好的，但是量少不要紧，不要量多不好，对不对？应该要有环保的概念。好的，烧起来的好闻。对啊，你好闻，它又不会制造污染，那是最好。就是因为台湾大多数的产业经营者如同这些传统产业的精神，秉持着前人的智慧与技术，支持台湾产业继续向前进。